路发生民众酒后伤人案件，科信半险傍晚饮酒后持菜刀于路口砍伤路过民众，分别造成三名伤者颈部穿刺伤及多处刀伤，所幸未造成生命危险。案发当下，路过民众见义勇为，协力制服科险，警方到场后立即押至上铐。全案讯后，依涉嫌杀人未遂、伤害等罪嫌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。